这是一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建造出来最节约建筑材料和运营能耗的新型建筑，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气膜建筑。这是一种采用高性能建筑膜材作为建筑外壳，通过一套智能化控制的机电设备向建筑内部送风并形成正压，通过室内外气压差将建筑外壳支撑起来形成建筑主体，室内无需任何框架及梁柱支撑。2006年，约顿公司自投自建的北京朝阳公园气膜网球馆建成交付使用，这是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气膜运动馆。网球馆占地面积4000平米，建设周期仅90天，其主要构成是世界顶级的高性能建筑膜材，强度高，柔韧性好，具备优异的耐候性、自洁性和耐火性能，为每个气膜项目量身定制的机械单元具有高度的可靠性，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气膜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同时，约顿专利技术的保温系统使约顿气膜比常规建筑节能40%以上，独特的反射照明系统可将灯光均匀地反射回场地，不刺眼，无阴影。班里边打球挺舒服的，我每周都会来这儿打个2-3次。当国人亲眼看到这种前所未见的房子具有优良的性能和节能指标后，更多的订单纷至沓来。然而，约顿公司并没有满足于现有技术成果，陆续对整个技术体系进行优化和调整。2012年，国家网球中心气膜馆建成，在朝阳公园网球馆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机电设备的智能化管理。有了这套智能管理系统，日常操作特别方便了，只要看一眼屏幕，整个球馆的状态就一目了然了。北京的雾霾问题在这几年愈发严重，很多学校被迫在雾霾天停止了学生的体育活动。而在北京汇佳学校气膜运动馆，约顿公司的技术团队通过在空气处理系统中加装多级过滤器，有效改善了气膜体育馆内的空气质量。约顿公司给我校这个气膜馆加装了空气过滤系统，我们每早晚各测一次 PM2.5 值，跟室外呢做一个比对，我们这两个馆是常年保持在25以下，所以说老师和学生们呢都非常愿意在这个两个馆里边上课。为了更好地针对客户现场条件进行结构设计，约顿引进了先进的计算机软件，辅助模拟计算气膜建筑动态受力分析。目前，在气膜设计中，将结构安全与美观易用相结合上，约顿是最有经验的团队。通过严谨的设计打造的汕头大学气膜篮球馆，经受了16级台风天兔的洗礼，得到投资方李嘉诚基金会的高度认可。融合创新，空间无限。北京约顿愿与合作伙伴一起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为广大客户持续提供最佳的气膜建筑解决方案，让更多的国人能享受到气膜科技带来的健康与便利，为中国的绿色环保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如果到2024年，全球10%的体育场、展览馆以及20%的垃圾填埋场使用气膜建筑，平均每年将实现2211万吨二氧化碳减排。